很高兴啊，今天农改我农改场办2020农药有你的活动啊，哈、哦，台语来讲哈，讲爱你爱你哈，啊农爱有力哈，哎、哦、农爱有力，农业呢是一个大家都要参与的一个活动哈、哦，不管产官学研啊、消费者啊哈。哦所有的大家都要一起来啊，我们这个农业才撑得起来哈。今年开始，我们也政府也推动了我们农民的退休金的制度，是我们多了一个打样中心哈。那所以通过今天呢，我们有几个八大现在九大机关，农委会九大机关有几个机关一起来这边共同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政策哈。成立这个打样中心，然后来加强我们这个初级加工厂的一个辅导，然后另外在有机还有履历的推广也是不遗余力。我们只要农民发生了任何的，不管是农作物的，不管是疫情或是病虫害等等的任何的问题，我们新政府当然站在地方政府的角色，很多的议员或是地方的民意机关都会把我们叫到第一线去。但是通常我到了第一线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改良厂的伙伴们。我们不要说伙伴了，我们改良厂的各位长官们就已经在现场在看了、哦、我们也很高兴，咱这几间农会哈，拢伫今天的会场来做一些农特产品的这一个展览。另外，也有我们农事、家政、事件，还有包括休闲的部分的这一个展，大家都可以去看。和风吹动了稻穗，秋色浪淘是新娘歌唱，播下种子就有希望。美丽的宝岛，创新科技丰裕的财富，福尔摩沙美丽，而我的家乡，兰花飞越四海，渔船远征五大洋，播下种子就有希望。福尔摩沙美丽的家，秋瓜所有的梦拢总加空地家，不加好有外大。美丽的宝岛，紫金南下碧光万千田园，福尔摩沙美丽，我的家乡，细心呵护着生态，去照顾人们身心健康，播下种子就有希望。美丽的宝岛，勤奋耐劳的农民，福尔摩沙美丽，我的家乡，趁机吹出着朝气，像造学生与汉西衣裳，播下种子。